3.5多，你应该系呢个，系咪女仔啊？我有啊，傻閪五人组。 椰子达咧，一个人食90几蚊早餐。系啊，喺个餐大啊嘛。我呢个40几蚊，其实都算平。佢呢个90几蚊。多啲肠，烟肉。头先有观众咁啱喺香港落机，佢都系喺台湾嚟，跟住俾咗张悠游卡，即系类似香港嘅八达通咯，正喎。10:09，我10:30要登机，我唔搵得切咧。 多人喎、啊，機場今日同我上次嚟嗰次差勁遠，佢個嘢壞咗，我到咗你。喺邊度啊？你？喺呢度啊？喺邊度啊？其實我覺得自己去旅行有自己去旅行嘅好處嘅，同佢哋去開心啲咯。不過自己去就可以做多啲自己想做嘅嘢。我見到啦，我見到啦，呢個啊，椰子蛋。你想指住我做乜鳩啊？ 工作嘅男人係靚仔嘅係咪？Sorry，可唔可以同佢影張相？嚇，同我影張相？唔該。一二，跟住唔該曬。有一次咧，又有個人咧走嚟話要同我影相啦，跟住我以為佢係同我影相啦，佢叫我幫手揸機。從此之後，我都唔 confirm 系咪帮我影相？除咗就望镜头啊！Hi，hello，hello。礼貌地回应。我想讲咧，我坐最后排咧，我后面冇人咧，想点摊低都得，正。今次嘅飞机餐比我上次搭嗰架好似好好多咯。呢个系鸡肉咩饭我都唔知，但系其实我劲饱咯，头先食完个早餐。搭飞机都要打麻雀。 到咗台灣啦，終於攞咗個行李啦，而家去唱啲錢先，身無分文啦。啱啱攞張卡，而家入房。好，咁啊嚟一個 room tour 先。一入到嚟咧，就會有塊全身鏡啦。呢個位就應該俾你坐低換鞋嗰啲啦，有個位俾你掛衫啦，浴袍啊應該係。呢邊就有個廁所啦，一入嚟就已經直接係沖涼。 有個浴缸，佢廁所同埋沖涼係分開喎，幾好喎，我覺得洗面嗰啲就出咗嚟啦，有張梳化仔，有張台，有個電視啦。咁我瞓喺嗰度咪睇唔到部電視咯。然之後呢度有個景啦，大致上係咁啦。呢度一晚咧600蚊一晚左右都 OK 嘅，滿意嘅。又早晨，我哋而家去食嘢先啦，搞咗勁耐。 我第一次搭呢個台灣嘅地鐵，哇，好耐冇嚟啦。OK，唔知應該搭啲都塞。你睇呢個路程可能應該大概30分鐘到一個小時咯，我會過這個電話給你。哦，謝謝。哦，加油，等成個鐘。OK，西門丁，哇，好多人喎，大佬，同埋冇人。我唔夠膽啊，攬喺條頸度啊！ 啊，最后是这边。他们咬人吗？哇，蓝蛇啊！哇，他要掉下来了。上手啊！你看这拱，他就在往你，你快抓他！快抓他！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感谢哦。哇，好搞笑啊！佢个质地，真系好似玩具嗰啲蛇咯，我想讲，应该都有2-3公斤啊，条蛇。Only Instagram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Billy，哇，好开心喎！真。梗系啦，又啦，唔好咁钳啦，台仔都好注重自己形象啊。哇，开心喎，钳捻到，荔枝个样，讲真，钳捻到仆街。哇，走啊！哇，呢度有嘢睇啊！哇，我都识玩喎呢个正方形，呢个咪正中嘅，晕晕喺度。 呢個撞到，呢個撞到，呢個撞到，唔係佢暈啊，係我暈啊！哇！你當真個 logo 就係咁樣嚟嘅咧？哇！又有新嘅，呢下我識做呢下，呢個唔得，呢個唔得，好似一～
個 Bitcoin 咁樣輸，飛臨咁轉，哇哇哇！呢招勁喎，好似爆仔仔喎佢呢下，你俾啲掌聲啦，撲街！可唔可以教我啲台妹係點講嘢？哎呀，你我遮啊！台灣會唔會講啾咪嘅？會啊會啊。啾咪，我哋而家去食嘢啦，終於到我哋啦！今日我哋食鼎王。好耐冇食啦，睇人哋都有，哇！想搶你食啊！鴛鴦嗎？還是用翻譯？鴛鴦，小雅，好啦，好啦，我請你食啦，唔撚使睇價錢啦，幾錢啊？好貴啊！我冇睇過，有冇醬麥糖食啊？呢個一隻出事啊！買咗呢碟899，23000咁大碟啊！黐線，呢一碟你睇下，$100都唔使咯。喂，嗌埋呢個特級牛肉，好撚攰啊！瞓撚著咗，頭先喺個酒店度，撲街個隔音勁撚差咯，聽到隔離我俾佢哋嘈撚醒咗，你知唔知？八飯係咪洋裝啊？等我問下佢先。不好意思，我想問一下，八飯是不是洋裝？洋裝隨便裝。啊，對，是。OK， 謝謝你。哇，呢碟係咪398嗰碟嚟㗎？呢碟係$100都唔使呢碟嘅。開動開動，大家。癲撚到，呢一碟$200港紙啊！呢碟。好好啫，大家啫。呢個係899，試下先。我有嗰句講嗰句，好似冇乜分別咁嘅。見埋呢個，呢個大塊啲。算唔算係咩分別啊？三隻肉多。夾硬要講咧，呢個最唔好食咯，呢個最鞋啊，呢個交俾你啊，咁呢個真係好食啲啊，但我呢兩個差唔多咯。煙味鴛鴦，仆街煙味鴛鴦啊，最衰係你，我都話唔好煙鴛鴦噶啦。煙鴛，我嚟台灣對住你間。哎呀，仆街啦，我唔記得咗啊。咩咩成粒鬼哥咁樣，我知，因為我係咁食咯。第一次食喎，蟹滑蝦滑就食得多。佢有咩分別？有啲蟹味嘅。點解我今日好撚塵啊？又呢個真係要講啊！我今日攞撚咗啲韓幣嚟當台幣，好撚似啊！真係，你睇下都有啲分別。我覺得台灣食咩都好平啊！一開頭都係咁諗㗎，之後就俾現實打低咗。因為你嚟呢度翻工，你嘅人工低啲啊，係啊。翻好少㗎就。你翻兩份 part time， 一個月港紙幾多錢？2000-3000。3000都冇嘅意思。咁我忽然之間覺得 Sam 煙好叻仔，2000-3000你交租咧，交幾錢啊咁？再加埋電費應該都8000。你成份糧就攞嚟交租啊？咁你食嘢嗰啲咧？有得啲嘅，有得啲嘅。哇！你點生存啊？你屋企人俾錢？啊！你個仆街！但你一個禮拜就翻兩日。我基本上由朝早到夜晚，即係由朝早10:00又到夜晚10:00先完，踢波再加翻。你點解嚟台灣讀書啊？讀唔成書係咪？幾多錢咧？唔知道。連埋服務費喎要3000。其實我覺得2700啦，我估。3000多少錢？這邊3226。哇！等一下，姑没有来。哎，那就换一下，3050。3050。谢谢。我要食呢个，我不得了，我要食呢个啊！饼干超载了，来个大小。佢呢个系嗰啲炒雪糕啊，好似好熟喎，有料啊。谢谢。点知咬侧边先？好食喎，不過有啲貴啊。Cold Stone。香港有冇呢間嘢？妹豬我走曬啦，點影落去啊？啲人叫我哋出翻去搭 Uber 算咯。黐閪啊！真係噶。係啊。哇！扣咗我$20。我哋係戇鳩仔啊！係咪 boot 你啊？哇！佢做咩開撚咗個蓋啊？唔通我真係人見人愛，打開個蓋。荔枝拍板啊，荔枝！哇，咁多嘢玩嘅，麻雀。点输唔够继续玩啊！哎，我要玩这个。有两个，都可以补两个。哎哎。OK。哇，正牌啊，再拎三张。再玩四把这样子。哦。水魚啫，係咪啊？好啊，仆街！我覺得中一鋪已經好撚勁啊，老實講。哇，黑仔到真係好，太平咯，坑坑啊！喂，蛋黃哥咯，一係，哇，$100台幣換呢隻嘢都抵啊！啱啊，呢個。
这个怎么玩？来上面的啦，咁上面的水鱼嚟啊，又哇！好似有啲料到啊！香港第一女 AD 喎，没有我们分数是可以交在一起的，我再玩一局的，好啊。15分可以换前面第一排的奖品。俾包湿纸巾我，200蚊台币换包湿纸巾我。谢谢。我系咪做捻咗水鱼啊？我想问下，这个怎么玩啊？我在多人岛是最大的。咁肯定地好啊，真系抢得好啊！打得不错，再打一局，更大玩具。哎呀，乌鸦玩具，我 feel 到佢系啱啱想当我水鱼咁汤，好彩我走咗。Peace 啦，去扫街啊！我想食炸鲜奶啊，寻找炸鲜奶，有冇炸鲜奶啊？炸鲜奶咧？哎呀，炸鲜奶咧？我要炸鲜奶。哎呀，啲炸鲜奶系咪冇啦？嗰啲炸鲜奶冇捻晒啊，仆街！一定要有炸鲜奶，阿门！炸鲜奶，炸鲜奶，炸鲜奶。啊！佢啱啱翻转头有。哇！見到佢啊，柒頭喺嗰度，喺前面啦，隔離隔離隔離。阿伯黎姐啊，想同你影相啊！我想問點解你嚟啦？嚟咗影相影。黐撚線啊！你幾時喺度啊？琴日咯，我過嚟講台灣等。黐撚線。你埋嚟啦，睇我台一齐买机票。真系噶 ，OK， 工具人又有两件啦。喂，咁个 WiFi 蛋点样算啊？你知唔知边个嚟啊？喂，就系因为粒 WiFi 蛋啊！佢话：哎呀，黎姐 WiFi 蛋用唔到，好惨，我一定要过去救黎姐。六九，我哋买机票过去啦，救佢。OK， 咁样打成功，大失败啊！我食唔到炸鲜奶。你本身都想嚟啊？唔系，我哋系嚟救只 WiFi 蛋嘅。跟住就翻香港啦。佢话做下效果。依家其实唔使粒 WiFi 蛋。你知唔知头先我近视啦，我睇唔捻到你两个啊，跟住你两个冲过嚟，我心谂系咪有刀手？因为佢咁样冲过嚟，我心谂扑街，我应唔应该避开咧？我哋而家出发去刮刮乐，有冇希望啊？着咗灯咯？唔系啊，佢着紧灯啊！本身咧我就已经咧拣紧楼啊，喺度。咁点啊？依家冇得刮啦，系咪走啦？咦啊嘛！快啲！重燃希望啦！刮刮乐，就他了，可以自己选吗？有没问题啊。等我感应一下，哎，我感应到了，得赞啦！咁啊，整个77咯。再筛一下。可以玩，我筛一下。让送你两千。No！即系点啊？刮到有个七字，几钱就系几钱。回本啊！喂，赚钱啊！哇，赚200喎，到赚，有钱，到我。我到下年啦呢、這個，咩嚟噶？七嗱有七字，五賺有百蚊嗱，幫我統計我賺幾多錢啦今日。都正數，繼續。你呢張紙錢？依家暫時有300，冚咗呢張。呢張又800，負200啦大家，開心啦。OK， 100蚊。咩啊？好，有一個100。400。OK， 500。上面係要中嘅符號。得意喎，招財貓喎。中咗，睇个字都知啦，大日文啊嘛，你唔识 English 咩？Apple 喎，200喎，回本咯，即系呢张系蚀钱喎。有啦，人话你啱啱话去睇楼啲气势冇晒，真系死扑街。回本200，咦？仲有一张啊，1000得唔得？呢张？呢张系我生日，我哋蚀晒，我蚀900啊嘛，应该攞翻1000咯。我哋攞呢1000再刮多次好唔好？好。整五张嚟。我还要买这个，给我8张吧。那你要自己选还是我帮你选？老板你选吧，我已经没信号了。拣咗张67，哇，买咗劲多张啦，呢100，呢200。OK， 一人刮一张啦，哎。OK， 含晒。我有。真噶？一嚿。屌你又一嚿。咁卵废嘅。呢个你俾佢睇下，我都睇唔明嘅。呢张应该冇。我都是零啊嘛，100，你买呢个有冇啊？有，900，有人刮一张，靠你哋啦！我300啦，我呢个有300，十个一中哇，真系我输几多啦？1300咁，10张，我要1张67的，2张这个吧。哇，已经可以饮嘢啦，六
實話我哋已經輸到可以飲嘢啦，隨便。仆街冚曬，又中風，冚咗係咪呢陣咯？老闆，我不如等一等啦。咩人講？中風啊！2600，咁我飲唔飲？哇，又冇！哇，你真係閪手嚟喎呢個，你冇得再慣啦你。這個回本啊，這個，哎，這個我最後我來啊，好啊，隊長隊長隊長，第一組已經沒有了，二索有沒有？有啊，5000，回本回本，二童，不是喎，屌，這個要一喎，屌，19000索有喎，有500咯，OK，又是回本局，唉，輸3000，唉，老闆說傻閪五人組，老闆冇好，水魚走了。唔係食嘢咩？你哋我可以再食啊！我又復活啦。羊肉爐咯，有羊肉爐係啊！我就頭先見到好似好撚正咯。哇！屌你冇人嘅喎，係咪真係得㗎？我想問下啲凳係咩事啊？方仔，你企埋張凳去睇下，搞唔掂喎張凳。就係得呢度咯，佢個 menu 菜頭羊啊，我哋揀咗個，跟住嗌咗呢個燙赤肉啊。啊，有嘢食啦！呢份嘢950元啊，湯係飲得嘅喎，佢話。好淡咯，放落去之後揈咯。羊肉試下先，哇好食喎，其實有少少酥喎。個湯冇乜味咯，我覺得佢落啲酒會正啲咯。要嗰只，哎呀要呢啲啊。要有毛嘅嘛？有毛嘅我要。这个汤越煲越浓，系啊，咩话？差唔多啦，今日开到呢度啦，下集再见，拜拜，周面，Lily Coast。